因为这事咋那巧哎？上一次我来这个洗澡堂子洗澡的时候啊，那个大姐就是想着我这个发膜了，她借我来用了哈，用了可带劲了。她回去之后啊，她在我那下了一单，这次又碰见她了，因为不都是一你是一位嘛。你看好巧好巧，她今天见我了，她说咦女儿，她说你看上一次给你这买的这个发膜真好用，她直接都到手了，她直接买的是两瓶，划算了很，原价吧这个是39.9给大家发一瓶的是吧？是的。现在啊，原价是39给大家发一瓶的，现在啊就是双十二冲销量了哈，直接29.9拍一瓶，再送一瓶，而且啊人家还是500克嘞，来，人家还是500毫升的哈，整整一斤装。衣服你看这里边的膜，不像咱那平时稀拉拉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浓稠哈，你看。倒都倒不出来，非常非常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它的精华非常，你看我洗完头一点都不大点，因为我的头发大家都知道经常染哈，而且我还拉过，然后发质非常不好。哎我用它之后你就不用梳，就这都不打结了，是特别对那种经常烫染干枯毛糙的姐妹就用它就行了。大家都知道蜜饯洗哈，他们家的售后就非常非常给力，你拍回家你用个6天有任何不满意你直接给我退回来就是。售后的给力产自于对产品的仔细，对，而且第一量大，你用一次啊相当于上理发店做10次护理，这个你刚刚好像说反了，应该是用10次相当于去理发店做1次护理啊，用一次咱的这个发膜相当于你去理发店做10次护理，你又说反了用10次相当于去理发店做1次护理。放屁，我用1次发膜啊。那你说这用1次咱这个发膜啊相当于你去理发店做10次护理，姐妹们那不就是吗，就是10次护理啊。来姐妹们听着，现在啊双十二它这个新品冲销量了哈，直接29.9到手2瓶2斤哈，姐妹们赶紧去拍吧，真的非常好用，这是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必带的，快去买吧姐妹们。嗯。